58一盘，半盘是29，你半盘要是38，一盘就是76。大哥，您是会计吧？我就是个打工的，这都是老板定的价，您要不？不要。哎呀，先生，您的咖啡好了，请慢用。这干啥呀？这不你刚才点的吗？我啥时候点了？我刚才问你开模，你说开模。开模？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。哎呀，差点绊我个跟头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放这儿吧。多少钱呢？420。多少钱？420。怎么这么贵呀？这是最贵的咖啡了，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。哎，先放这儿，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。哦，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？我自己有。给我加点水。先生，我们这是咖啡馆。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？给加点水呗。水还要钱呢？水不要钱。要不要加点柠檬？要不要钱儿？免费的。加。多加点啊。姑娘啊，别那么抠，快点加。多加点，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。先生，你是加了个盖儿啊。哎，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女儿喜欢柠檬，我给她留着。哦，先生，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，那你也不能拿走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勤俭持家是吧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该省的是省，我看你也没花呀。你看你，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，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，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父母对孩子咋了你啊？想我爸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孩子孩子，别这样，明白了吧？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，知道了不？嗯。所以说，你理解哦。嗯。大哥，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，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。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。你一定会幸福的。爸爸！哎呀，我的女儿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顺风哥哥呢？在外面找车位呢。啊、爸爸，我好渴啊！这什么呀？这咖啡。我可以喝一口吗？不行。为啥呀？这咖啡啊，跟中药汤子似的，特别苦，别喝。小妹妹，姐姐好，你要喝点什么呀？我想喝点咖啡。喝啥咖啡？大哥。您闺女想喝咖啡，你就让她喝一口呗，这你也不让。你是她爹，我是她爹。我跟你说，这咖啡啊特别苦，咱们呢要勤俭持家，要学会吃苦。爸爸，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？这让我尝一下啊。我说反了，不是她呀，这苦咱吃不起，太贵了。多少钱啊？420。这么贵啊？啊、嗯。你说这咖啡吧，爸爸这么大的嘴，我要喝一口，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两口，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；我要喝三口，那这杯咖啡就没了。420就没了？那姐姐，我不喝咖啡了。嗯，孩子，来喝水，放的柠檬，姐姐给放的。回家呀，我给你切成片，泡水喝，又解渴又败火。
我先给放起来啊。哎，那小表几点了？现在啊，4:20了。4:20了？嗯。你先喝。哦。姑娘。嗯。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？有啊，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，就有人过来了。啊，不是，我就说4点钟左右，就是我来这前后，有没有人进来，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？就您这么一位。除了我之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您，谁还有艺术气质啊？不用你夸我。姑娘。嗯。走了，走了。啊？人家不来了。咱们走吧。哎，别吧，你给人打个电话呀。打啥电话？人家这些人啊，你不懂，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。听顺风哥哥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，咱们走吧。行，那咱回家做饭去。做饭走。来，给我，我拿着。嗯。哎，从这边。哎，您别走啊。柠檬，对，还欠咱一个柠檬。这，哎呀，什么柠檬呀？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。不是，这咖啡退了吧？大哥，你别逗我了，你点都点了，还怎么退啊？不是，我是给客人点的，客人没来，退了呗。不是，你都点了，我没法退。按一半退，那一半钱我出啊？不是，我们真没动啊！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。哎呀，姐姐，我们真的没动啊。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，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。爸，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？付了，两双鞋没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这样。你叫你们老板来，我跟他对付对付。好，我们老板不在。叫你们老板娘。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。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？除了你之外。有，我们老板娘的丈夫。那不就是老板吗？大哥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。叫他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明月，怎么了？跟顾客跑了吗？那个，你好。这老板像不像爸爸？真像。你好。哎呦，你好，请坐。好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叔叔，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，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，但是客人没来，咖啡也没动，说要退了。我们真没动啊，大哥。那就退了吧。你说退就退啊？问题是我，啊，你不要了就退了呗。你看看人家，你就是老板。不不不，这是我太太开的。哎呀，你退了。叔叔，退了，420，真退了呀？等会儿啊，人家顾客不需要了，必须给人退啊。啊，这到了都可惜了。谁说到了呀？嗯，帮我拿2杯。好，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咖啡啊，我喝过，口感非常的好，来，都尝尝，我请客。好啊，请坐，尝尝。哎，这个，我真不好意思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，请吧。爸，这咖啡真好喝，一点也不苦。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。哎呀，这车位是太难找了，这车位啊！哎呀，呦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咋才来呢？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，都喝上咖啡了。哎，对，来，好意思，请坐。什么吴老师？啊？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？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。爸爸，你喝啊。吴老师。哎呀，完了，我的小鞋没了。你的小鞋没了，吴老师吗？小鞋没了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请坐。对不起，
哎呀，别说对不起，吴老师，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。不不，这是我太太开的。对对。姑娘，赶快上咖啡，我请客，给吴老师上。上几杯？吴老师能喝几杯？上几杯？不不不，咱不说咖啡的事儿。这个啊，哎，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小姨夫，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，我的妹妹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你说我吧，早就来了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，所以我就没出来。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，也真不好意思。误会了，那是。你给我个资料，说他女儿弹钢琴。对对对，那个录像。哦，对对对，是他弹的吗？这都骗你的，老师。是，真是的，是孩子弹的，是吗？啊。老师，你这有钢琴吧？啊，在这儿，让他试试行吗？请吧。好孩子，机会来了，好好表现。好。哎呀，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算了吧。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。哎呀，慧慧，你别冲孩子呀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啊。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，慧慧，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。弹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爸爸，我觉得我今天弹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人家要请咱喝咖啡，啥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是送客。你呀你呀，回去让你妈收拾你。拉着你。吴老师，对不起，耽误你时间了。对对对，吴老师啊，对不起。让他走了。等等，这孩子我收了。他说什么？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。吴老师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没听错，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，功底也扎实，是个好苗子。谢谢谢谢。小姨夫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个奇迹呀！我跟你讲过，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，他还一共收过两个学生。真的？啊？哪两个？朗朗，第二个呢？李云迪。这两人是什么人呢？把我女儿吓成这样。小姨夫，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，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。不不不，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哎呀，吴老师，你那是谦虚。孩子，听见了吗？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，好孩子，你真棒！爸爸，我不学钢琴了。哎，怎么了你？学费再高，爸爸妈妈省吃俭用，一定把你培养出来。爸爸，咱们换个老师吧。你怎么回事？有爸爸呢？爸爸，我虽然喜欢弹钢琴，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，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。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，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。爸爸，咱们走吧。你等一下。孩子，过来。让你过去。孩子，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？啊，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小渔夫，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？”不是，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。吴老师，不行不行，我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你就不用客气了，我收学生从来不考虑学费，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。
你是个好父亲，培养了好女儿。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，我很感动。谢谢。慧慧，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。好。现在上课。老师好。慧慧好。请坐。